长得好看，我就不打你。打人不打脸。啥活儿？慌啥？我从不慌。腿没事，小伤而已。归龙，镰刀一瞬。你还真打啊？列阵，归龙，生死一刹。就该这么拍，列阵，
我能感受到导演虚实万象。奴役豢养那些乐师无妨，不急，为奴隶等一下。这是与前辈的记忆吗？奴役买卖乐师怎么会这样？这只是第一个罪。这次委托有点难度啊。啥活儿？归龙，咱首富喽。舒坦。腿没事。真跳啊。舒坦。腿没事，
舒坦。腿没事。慌啥？我从不慌，真跳啊！我们等萧然来。导演小心！碎片怎么不像刚才一样有记忆自动？这只是画的一角。好家伙，舒坦。腿没事。舒坦。
龙，小前标，走开！啥活儿？腿没事。舒坦。腿没事。龟龙，这点本事还想压榨我？我真跳啊！你该吃点教训了。慌啥？我从不慌。很忙呢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片，终于找齐碎片了。这张画风，这幅画我们来看看吧。于雾里的海港处有一孤舟，舟上有闻名九龙的霓裳乐坊，每逢灯台献奏之时，夹岸而行，观客如流。而我自幼便被送入此间乐坊习奏琵琶，未曾登。这里便是我的舞台，亦是我的囚笼。我虽为羽世次子，却因龙印天赋平平，背负着来自尊亲的重重枷锁，只得日复一日困在这书斋里研习，不得而出。若我能像手中诗词、心中思绪一般，化作飞鸟，逃离这无光逼仄的地方，哥的点天灯疑点，为世家大族们彰显实力之客，而夺得魁首的家族，则可邀请霓裳乐坊演奏其香曲。席上尽是觥筹交错与虚词诡术，但我却看见那些乐师们脸上并无一丝笑意。顿觉一阵窒息，离开大堂，与月下随笔起誓，希望诗词化作飞鸟，逃离这纸醉金迷之地。一张纸鸢翩然落至我的身旁，好奇之下，我不禁展卷读之，却被诗中所诉的自由洒脱之意吸引。我便将这诗改编成曲，于玲珑阁起奏。这是我的诗，这谁人在演奏？我随声入夜，来到阁顶，撞见了那月下清冷的背影。我回首而望那寻我琵琶声而来之人，知晓孤独却向往着自由的眼眸与我何其相似。同为折翼之鸟的灵魂一见如故，
每当他吟诗止渴，我便在旁为其伴奏。小小阁楼之中，我们却仿佛身处广袤山河，犹如倦鸟归乡，栖息于大自在的山谷间。平生第一次，我可以如此无拘无束地演奏。声声畅快的琵琶声宛如春风，推开了那扇紧闭的窗。琴声的主人希望趁嘈乱之时逃走，与我一同离开这世间之牢笼。我也何曾不想从此寄情山水，诗词与歌赋共奏。离牢笼之人，但他却没有来。